好像忘记拔香蕉叶了，随便拔一点这个来垫。这个是什么瓜果啊？忘记了，这个应该也可以吃的，因为上次垫过一次了，比较容易嚼啊，比较容易嚼，对。不过没东西垫了，我懂。先烤全鸡，小春鸡，回家。上次是切开的，这次是整只的，整只的，回家给包起来。哇，就是有点包不住的感觉。每次都好像有点包不住。勉强啊，勉强包一包，勉强包一包，好像可以包住。这样可以，小春鸡回家来夯。第一次用这个全鸡是不是？不是破病的烘，规只烘吼较旧，你知道？所以我嘛毋捌规只圆圆的烘啊，拢是烘扁的。感觉应该还没好，那个无，内底敢若无烧的感觉。呀，敢若无青烟呢？哎，无幸运，哦，有，哎呦喂，哇，错晒，我转念做火，皮念做火，我上惊的是皮念做火，人家出这个，出这个，啊，完全黏在一起。完全皮粘在一起了，我想个办法，我想个办法。哦，开吃，看起来还不错哦。开吃，人生就是吃吃吃。这个全鸡应该有熟了。啊，你还喂，我都快烂掉了。但是这个就是要烫烫的时候吃，才会老酱。我的嘞！啊，你还喂，我的嘞，有点不妙哎。哦，还好。哦。烧，哦，他娘喂，小春鸡的小鸡腿，我都无客气啊，好吃，这个家乐福买的，小小一只，1.1公斤吧。100多块，十分鸡，还不是每一间都有哎。哦，好嫩哦，真的是小鸡腿，超嫩的。都有熟。哇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比我大润发买那个还好吃。要是多去买一点回来放。这种
种嫩度哦，小春鸡，小春鸡应该就是小鸡吧。嗯，这个肉超嫩的，这个我一个人吃应该可以吃一只哦。这另外是鸡腿，哇，这馍啊，你啊喂，哦，哇塞，赞耶！啊，我屁股还有塞一个龟尿，先吃，只有塞一个龟尿哎，先吃一下，把屁股要挖出来嘛，嗯。那吃这个超嫩的嫩鸡腿，嗯，哇，这个真的好吃啊，没有话说，嗯，哇塞，嗯。实在停不下来，这汁也很丰厚，哦，油油油亮亮，这个要一吹要擦的，嗯，嗯，刚刚进去，嗯，这个小鸡翅实在。太可爱了，真拆下来了，就拆下来了，剩下就是肉，嗯，爽。这鸡胸啊，没有像大润发那个那么大，它的鸡胸比较小。哦，好多鱼啊，跑来跑去的。嘿，哎，嘿，哇，没有丢出去，直接啃了。这个我比较不喜欢吃鸡胸，所以鸡胸小一点比较适合我。嗯。哎，这鸡胸也不柴耶，小春鸡的，这鸡胸不柴，这鱼看起来比一个礼拜前还要多啊，嗯，这鸡吃到最后这样。整只啃实在是爽，这鱼已经在这边已经生小鱼了，你知道吗？有水，鸡胸有汁啊，你看，没几个，哇，鸡胸有汁哎，嗯，可见的烤得多好。如果坐下来，他就过来吃了。站着他还是有点怕。蛮多的哈。嗯。有点吃不到下了。啊。大家先休息一下。来。就我较休困一下哦，下次我来啊，下礼拜我再来一次，就可以吃桑葚了。
全部都是桑葚。下礼拜可以摘这个桑葚啊，把它塞到鸡屁股里面，桑葚鸡。嗯，好啊，休息吧。